花芬，早安。还是有很多人哦，不大敢相信我们两个会做花生糖。今天呢，眼见为凭，让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我们真的是两个人，真的没事搞事做，真的搞得什么都会这样。真的也很好笑哈，非常好笑。从不会，从公公婆婆教我们到现在，就是由我们一手包办花生好事，怎么可能不会自己做花生糖呢？开玩笑。今天呢，就拍一个这个给你看一看哈。我家的厨房我自己在用哈，啊，刚刚有做了一锅哈，现在是第二锅，因为今天有客订的花生糖啊，所以你来看看，这个就是我刚刚做好的花生糖。老公在这边，好，来李宝宝。来，蹲下去一下下，拜托，蹲下去一下下，蹲了，蹲下去，蹲下去，我看一下，蹲下去一下，拜托啊，要不然我这样子会，蹲一下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再蹲一下下，拜托，再蹲一下下，哎，你看，哎，对，老公哈，真的是老公哈，所以呢，我们两个真的有一点点给他厉害了哈，所以不是盖的，现在开始要包装了啊，但是我不能录太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后面的动作要快一点，要不然等一下第二锅下去已经来不及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动作都要很快很快。所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花生糖制作中，好，花生糖制作中古早味花生糖，因为今天有客人订了好几十包的花生糖，所以我们两个一定要赶快，不能够偷懒啊，一定要赶快给它做起来。就这样哈，跟大家报告一下，真的是马上现做的哈。OK， 再见，下次再见，花生好事的古早味花生糖，拜拜。